我爸妈。嗯，这是我的家庭组织图。顺便把我的狗放出来好了。等一下哈，这样。好，我的第一张第一张全家福，这样会太草率吗？嗯，好，两个爸爸，两个妈妈。我有干爹干妈。这个惠斯妈妈是 Spider Apple， 这是我的亲娘，没错。有看到我这么漂亮，像谁？像我妈。然后嘞，有看到我这个大大晃晃的马尾吗？哎，我的摩斯爸爸英气，嗯，我的发量像他。再来是我的干爹，我的 Loading 干爹喵太。我们家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漂亮像妈妈，发量像爸爸，可是毛色眼睛像干爹。嗯，完了完了，我们就知道到这就好，不能知道太多。然后 UA 妈妈是阿露比，嗯，阿露比的话呢是我的干妈。为什么叫干妈？因为她的财力真的是干妈。你看这里，有看到吗？这个酒杯跟酒，她买的水晶吊灯，她买的80寸液晶萤幕，她买的，嗯，没错，所以。知道我们家谁最有钱的吗？哈，阿露比。好，自我介绍部分，父母介绍结束。